悲心的猴王。久远以前，在吉祥雪山山脚下，长有一片果树丰富之森林，释迦牟尼佛当时变现为一只猴王。这根弯入水中的树枝，日后可能会为猴群带来危险的。大王，你快尝尝这个果子吧，非常好吃哦。对对，大王先尝尝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美味？是啊，这果子的味道非常不错，我看应该让大家都摘果子来吃。对对，让大家都来吃这些果子，这主意真不错。我们就先采这棵树的果子吃吧，其余的果树就留着日后慢慢吃。好的，我这就通知大家。大王说了，先吃这棵树上的果子，其他果树上的果子以后再吃。好的好的，谢谢大王。然而这棵大树弯入水中的枝条上，有一颗尚未成熟的果子被很多树叶覆盖，结果众猴均未发现这个漏网之果。在河水下游有一王国，这条河流经国王皇宫的花园。好香的味道啊，这是什么味道啊？你们有没有闻到呢？有啊，我也闻到了，这味道好像是种什么果子的香气。对，应该是从上游那里传来的。哎呀，原来这股芳香的味道是从那个果子那里传来的，快将那个果子给捞上来。好的。真的好香啊，我都忍不住要流口水了，这果子一定非常好吃，我要和国王一起享用。这颗果子真是太美味了，要是能天天吃这种果子，就算失去王位都值得啊。国王陛下，既然这颗果子是从上游飘来的，那想必在上游一定长有果树，我们找到果树后不就可以长期享用了吗？对对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这就率领军队去河的上游寻找这种果树。就这样，国王便率领军队逆流而上，到达森林中后，终于发现了那种果树。原来那颗果子就是生长在这种果树上的，终于找到了。国王陛下，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传我的命令，全体士兵上树摘果子，我要把这些果子全部带走。是，国王陛下。人类要将我们这里的果子全部摘光，没有了果子，我们要吃什么？是啊，我们得赶紧从他们手里将果子抢回来。对，我们要抢回来，不能让他们带走果子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些该死的猴子竟然来抢果子，气死我了！传我命令，给我将这些猴子统统杀死。国王有令，将猴子统统杀死，一只都不能放过。士兵们得到了国王的命令后，纷纷拿起武器，准备将这群猴子一网打尽。杀！杀！杀！糟糕，后面就是山崖，我们没有路可以退了。啊，这要怎么办啊？我们会被他们全部杀死的。完了，看来我们今天真的都会死在这里了。是啊，我们今天死定了。这时候，猴王见到众猴所受痛苦后，悲心大起，他决定帮助猴群们度过这一关。看我的！
嘿，快，你们快拉着藤条爬过来。啊，大王，大王为我们搭了一座桥，我们快逃命啊。猴群无一例外，全都踩着猴王身体躲过了国王的追杀。尽管猴王自己已是遍体鳞伤，体力难支，但内心却十分坚定，毫无后悔之意。这只猴王不仅聪明智慧，更能不顾自己的性命来救猴群，这种精神实在可贵。是啊，猴王为了其他猴子的生命安全，竟然愿以身相救，但是他因为长时间为猴子做桥梁，自己身体已经崩溃极限，恐怕现在他已经身力衰竭，无法逃走了。是啊，这只猴王现在已经无法逃脱了。不过他的行为的确让人敬佩，我不想伤他性命，传我命令，在他身下铺上软垫，然后让士兵同时用箭射向藤条，务必将其射断。遵命。士兵按照国王的命令，中箭齐发，最终将藤条射断，猴王跌落到国王所备的软垫上。猴王，你舍弃自己的生命，以悲心不失身体作为桥梁，让其他猴子通过，这样行事对自己有何利益？那些猴子的安危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些猴子都听我吩咐，任我为国王，我也将他们当成孩子一般看待，为利益他们，我心甘情愿这样做，因为我们友好共处，共同转生为猴子同类，长期在一起生活，我们就像亲友一样和睦。这样的事情如果是大臣对国王这样做，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，但国王对属下这样做恐怕不太合理，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利益着想，何苦要毁坏自己的身体啊？国王啊，世间是有这种说法，但这样的观点实在是非常错误的。你想想，与我们关系不是很亲近的众生，当他们遭遇痛苦时，舍弃他们都令人无法容忍，而与自己长期友好相处，对自己恭敬有加，关系如同亲友一般之众生，更不必多说了，我怎么能够舍弃他们，不顾他们的生死呢？你舍弃自己的安乐，承担别人的痛苦，这样做来，你自己又能获得何种功德？虽然我的身体伤痕累累，但是我的同类却因此得到了拯救，他们对我从内心恭敬，就已是对我最大报恩，我再苦再痛也无所谓，就算我因此而死，我也是高兴的，因为我已经拥有了清净名声，就连国王你也对我赞叹，我又获得无畏惧功德，国王你应明白了吧，无悲心的人断不会获得如此功德，他们只能得到与之相反之过失，此等众生除感受燃烧地狱之痛外，别无去处，国王实在应该听从我教导，以佛法护持国政，您对眷属与无依无靠众生应似父亲待儿一般饶益他们，尽量增上法证，积累福德，令今生来世快乐幸福。猴王，您说的很有道理，我以后一定如此奉行，谢谢您。国王听了猴王的话，受益颇深，于是他带着军队离开了山林，并按照猴王所说，以佛法护持国政，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，而猴王也于死后转生善去。